谢谢转载，欢迎转发讨论。温故事君，说起娱乐圈的明星家庭，很多人都会立刻想到邓超和孙俪一家，夫妻俩相伴多年，儿女双全，一家四口十分幸福。虽然许多人都对邓超和孙俪第一对儿女非常关注和好奇，但由于年龄尚小，夫妻俩一直对孩子们小心保护，从未公开让他们亮相。不过就在最近，邓超和孙俪的两个萌娃终于公开出席活动，露出了庐山真面目，还全程被 CCTV 的直播记录了下来。原来两个小朋友不仅活泼可爱，而且完全继承了父母的基因，和邓超孙俪 CP 两人神相似。近日孙俪带着儿子和女儿一同出现在 NBA 中国赛现场，坐在第一排观赛。由于当天的比赛在央视体育频道进行了直播，所以孙俪和两个孩子也被全程记录，导播更是给了两个萌娃多个镜头。儿子等等留着一头中长发，脸庞十分清秀，一双大大的眼睛更是和苗苗孙俪高度同步，而女儿小花妹妹则更像邓超，圆圆的小脸，黝黑的皮肤，同样十分可爱。在现场两个孩子完全展现出了活泼的一面，虽然一左一右被孙俪搂在怀里，但却可以看出场面几乎已经要失控。伴随着现场的气氛，等等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摇滚明星，站起来随着音乐跳舞甩头，小花妹妹也跟着哥哥一起开始了蹦迪，只剩下娘娘礼貌又不是尴尬的微笑。等等今年已经七岁，小花妹妹也已经四岁，如今一对儿女终于在镜头前公开现身，还以这样的方式意外地出现在了全国观众面前。不少网友纷纷表示两个小朋友太可爱了，期待以后夫妻俩也能多带着他们露面。